Vivian、舒淇、林心如，唔通呢个系索太之嘢？喂，咪住先，心如唔系有咗四个月嘅咩？大肚婆饮酒好似唔系咁好噃。唉，佢好姊妹 Vivian 最近因为老公嘅财务问题有排烦啦，可能心如陪佢饮两杯放松下啫。Vivian 自从前年闪嫁新加坡富商李云峰，上年着几经辛苦生咗姐姐 Dalton 之后，以为佢依家好舒服咁过少奶奶生活啦。点知佢近期积极复出拍广告，再出书揾银，都好可能系因为老公公司有财务危机啊。据台湾一周刊报道，李云峰喺新加坡嘅海运公司爆出财务危机。查出美国权威财经媒体彭博的报道，指李云峰公司的总资金缺口高达14亿港元，其中大约10亿港元的债务还会在一年之内到期，情况真是不多乐观啊。不知星期二这个姊妹聚会是不是 Vivian 想向一班姊妹诉苦呢？